香港明明是个搞钱的地方。小弟程一言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上流社会？没钱马上给我滚蛋。曾先生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讲法律，我这种乡巴佬哪来的机会啊？你帮我赚了100多万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弟。你什么在行就做什么。那块地没水没电，你要他来种菜，我弄就有。严哥，你的额度到顶了。朋友就是这样，你帮帮我，我帮帮你喽。我帮你呢，股票可以当钱一样来用啊。我想他值多少就多少。教我做假交易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真够贱的。要是传出去，家门一定跌得很惨。我能坐上这个位置，因为我吃干饭的。